16岁假鞋头，卖潮鞋炸百万。那么抽签记得来找他了。爱买潮鞋的朋友注意喽，现在不用排队抽签，找到这个骗子就有赏金50,000元。这个骗子竟然还是未成年，他在脸书球鞋社团内唬烂自己有大量 Adidas 潮鞋，诈骗上百万元。少年一开始和网友以面交方式卖鞋，正常出鞋，取得网友的信任后，王姓少年吹嘘有大量潮鞋，因为王姓少年评价好，多名网友花大钱下订，有人一次订了超过50双鞋，给了30多万元定金，但少年交不出货，还瞎掰理由，十多人被骗近百万，报案抓人。你100多万被牵在外面，你可以好好睡觉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他就是100万在跑哎、欸。我们都只是大学生哎、欸，这都是我们辛苦工作的血汗钱哎、欸，还有别人朋友的、欸。少年落网继续掰，不是我不出货，货都还在国外。本案该嫌并不是现行犯，所以本所依诈欺罪嫌将讯问以后啊。函送侦办。少年事后在脸书发文道歉，说会负责善后。律师指出，刑法诈欺罪最重可判5年，但因未成年，刑责会减轻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